大樂隊啊，帶出我哋好多嘅勁歌同埋熱舞啦。咁啊，剛才咧令到啊車車同埋藍海欣啦嚇喺啊後台咧都聞歌起舞嘅。不是在後台，我剛剛已經在前台跳舞了。係咪啊？就是差你了。真是的。對啊，我們三個三缺一啊！你知唔知點解變咗啦？你記唔記得佢轉咗一個白馬王子碌啊？佢好忙。對啊。我都話啦，由而家開。你是特意為了趁我的嗎？對對，一定是的。謝謝謝謝。因為我而家決定做咩啫？撒拉呢？我要走呢個韓國路線。撒拉呢？係咪？得唔得？得唔得？得，好得。好啦，嗱，咁今日咧，我哋 DJ 同事咧，亦都準備咗好多節目咧，為大家咧就係啊送上一啲獻唱啦。咁啊，剛才咧有陶世維啦，有吉他啦，有啊譚志傑啦。
亦都有林海欣等等。咁咧仲有好多幾位嘅 DJ 同事未同大家唱歌嘅噃。係啊，有邊個？例如就是我隔壁這位帥哥。係，我等你跳完舞先。真的嗎？係啊，我等你。車遲啲陣間仲會有啲精彩嘅表演，我哋遲啲再講。係咪啊？係啊。跟住落嚟，我哋都有其他嘅表演項目啦，係咪咧？係啊，對啊，呢位非常精彩啊！係啊，呢一位朋友咧，平時可能咧就喺週末嘅時候咧就聽到佢嘅聲音，聽到佢哋咧講啲情情塔塔嘅嘢。係咯，我成日都覺得佢哋兩個好咁鬼夾嘅咧。係咯，夾到啊，連星座都講得咧好鬼投入嘅喎。難道星座也是一樣的嗎？係啊，真係㗎。係啊，所以大家可以陣間現場大家感受一下，佢哋喺現場咪都會咁夾啊？咁啊，現場啊唔會同你講星座或者情情塔塔嘅。唱出嚟會唔會咧？勁歌熱舞啊！唱一啲嘅情情塔塔嘅歌會唔會咧？哇！我諗一定會好好 feel， 好啱呢個場地，好似結婚嗰啲咁。係咪啊？係啊！咁啊，我哋真係要護下花噶嘛，係咪啊？係啊！我哋有請鄧俊峰。好，有請鄧俊峰。Hello， 大家繼續開心，繼續玩落去，好唔好？送翻首快歌俾大家先，《護花使者》。晚从街中偶遇心中的他，两个决定不听召唤跟他归家。深宵的晚风不准吹去他，他那幽幽眼神快要对我说话。纤纤身影飘飘身影默默转来吧，对我说浪漫情人爱我吗？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，将他手法温温柔柔回流回流放下。悲欢的晚风不亦抚慰他，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。这晚从街中偶遇心中的他，两个决定不听叫唤跟他归家。深宵的晚风不准吹去他，他那幽幽眼神快要对我说话。纤纤身影飘飘身影默默转来吧，对我说浪漫情人爱我吗？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，将他手法温温柔柔回流回流放下。悲欢的晚风不应抚慰他，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。非常之開心啊！今晚嚟臨到呢一度咧，就同大家見面嘅。